下瘾了，鸡、罐罐牛肉、罐罐羊肉、罐罐豆腐，今天呢也又做了一个罐焖虾仁儿，闪亮登场，也是俄式大菜啊。它是俄式大菜，它这个发挥了俄菜的这个罐的浓香啊，和虾仁的鲜味在一起融合，在一起融合。所以说呢，这道菜呢，就是一道，也是一道国宴的菜。这要配点米饭，配点面包，面包没谁了吧？没谁了。这个菜呢，我还接待过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又把资料给你淘了出来了。这是啥啊？这个？哎，这是还是三十年内部开户啊？嗯，在这儿呢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，我接待了这个美国共产党访华代表团，哎，就给他做的这个罐焖虾仁啊，罐焖虾仁，感觉咋样啊？这个非常好吃。都是咱的同志，都是共产党。America 大巴黎是。America 大巴黎是。开搞！哎呀，今儿找我孙啊，买这个虾是质量真挺好啊。这大虾仁，你看看。你挺会买呀、啊。北报学校就不一样。是啊，这边抠了，你看这边还有，你看没？它里边这个抠掉啊。哎，这虾线你看。我孙儿啊，这家现在你整的挺好啊，比那个爷爷这个都强啊。这家你这都上热门了，还说我？人家外头都说这个，跟你一块坐的那个孙子是亲孙子不是？我说徒孙儿。这口蘑啊，口蘑质量一般点儿。不，他这个时候的口蘑吧，就是。栽培的时候的这个质量啊都一样，就是说它颜色呢，这时候这个季节差一点，就这样。最主要这是菜码吧？是啊，哎，这是口蘑，是菜码啊。胡萝卜我们给它切成条状啊。这个是非常的简单。土豆切条，土豆切条，切成条，这个条呢更好，更入味儿。豌豆啊，豌豆，这是菜码啊，这四样啊，这是垫到罐底下的。我现在切这个四末，咱这豌豆是超好的，超好的豌豆。咱这口蘑也是之前包好的，对，是。四末都有，洋葱末、洋葱末、大蒜末、青椒末、芹菜末啊。这四末很关键，小炒小汤呢，要是没有这四末，味道提不上来。试试油温，看着没有？急速冒小泡，急速冒小泡。大火炸了一分钟，土豆条，把胡萝卜条下去。只要大火炸也行。大火，这个菜就是北方大厦的把家菜。哎呀，啥叫把家菜？招牌菜呀、啊，招牌菜。领导啊啥的，一来了，这个有的会议那个省里的领导来说，能不能这次会议给上个罐啊？主动要求。哎，主动要求。北方大厦做这个，在这里不是吹牛，不吹牛，那是嘎嘎的，嘎嘎的，必须凡尔赛。对，所以说，我上上海去，我也做这菜了。啊，上海，上海西餐馆呢？哎呀，也做这个菜了。哎，达到这种程度就行了啊。哎呀，朋友们，你经验感觉熟了？熟了。哎熟了啊，这样。哎，熟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说，炸的时间和眼睛一看，这是熟了。两三分钟啊。对。老孙儿，给我加点盐，一勺盐就够。喂几口？哎，来点胡椒粉。胡椒粉，哎，给他抓拌均匀了，一个拳的，带劲。道理啊。懂道理。哎。土豆淀粉。土豆淀粉。够了。面粉，一比一比的，对，看来吃面糊那这口感不好了。火火一层就行，火火火火。我给你开火啊，这样。开火，哎，基本上开了就能炸。这油温才刚炸菜码差不多够了啊。够了。就像这个油温，就像才刚炸那个咱筷子那个油温是吧？是是。大火就行。大火，哎。你越怕烫啊，离得越远越烫，离得越近越烫。
你看我这离这么近啊，手马上沾上油了，都没关系啊。肩脖子啊，给它定定型。扎到这种程度，可不能说不动了啊，要不动成片了。有点片软啥呀？哎，我呢，这个认真的教啊，把我的经验我都奉献给大家。我爱网友，但是网友呢？你也支持支持老头，能不能起来个小三连？行了，行了，砸透，也就砸个一分钟两分钟。不要砸大了，砸大了老了。锅里头呢，我加了点三辣油，我再把黄油，黄油下进去啊。这黄油呢，一会儿热，一会儿让它化啊。这时候小火啊，师爷。对，你看我搁多少面粉啊？看没有？这些就足以了，半勺啊。哎。那过去这个像苏泊昌啥的那不家家都会吗？炒肉是吧，小炒肉的，所以说我这个才加深了点啊，就是罐的系列啊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这个先后顺序一定要掌握好啊。对，那老师傅这点就高，一定要把这个面炒煞了。啥是炒煞？就是炒的就是形成颗粒，就它不能成疙瘩了啊。哎，这时候就差不多了啊，有点变色了，有点变色了，变色了。两分多钟炒的已经，小伙儿，番茄酱，番茄酱哥你来。这个小火太小了，再给点啊，给点。动火，这个色儿啊，主要是靠番茄酱来的啊。好嘞，香菇放啥？姐，芝麻。好嘞，下去来。哎呀。是中火炒呗，这是中火也得炒出香味儿啊，丝沫出香味儿啊。牛奶啊，牛奶倒进来。这是多少奶啊？半斤。好嘞，250克、哎、都来吗？不行，一次倒就毁了啊。嗯，一次倒那你就上当了。再留点，留一半。我们今天照五罐，稍微宽敞点啊。对，都道理，稍微多一点啊。一定要加液水啊，先少倒。少倒。哎，好。这些在家要是最好是有点老汤肉汤是吧？啊，你要是搁点鸡汤肉汤，那不更好吗？哎，但是谁家天天预备呀？你就来点热水去。热水。这个汤啊，一定切记啊，不能太稠了，太稠了口感不好。香叶啊，盐。来几勺？两勺。白糖。三勺。好嘞。味精一勺。来点味精啊，胡椒粉两勺，开锅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开锅。有一次在北方大厦吃锅儿牛哈，啊，全国会，完了我这上完菜之后，全国会，全国在那开会啊？啊，开会，全国的呀。啊，我上完菜呀、啊，我都检查看看各桌吃的怎么样啊，我总厨师长啊，我就在那转，有一桌就找不着。先生，你过来一下。我一吃是天津味啊。哎，天津的、啊。嗯，完了，他说，师傅，这树叶是怎么回事儿？我说，先生，由于我炒菜的时候这个窗户没关，那树叶刮进来了。完了，那谁天津人跟我说，师傅。你是开玩笑啊，你说的不对呀、啊、这是个调料吧。浇小汤了，师爷啊，浇小汤，漂亮，浇小汤啊，啊，搁把炉里边啊，推进去，250度烤上。 OK， 烤了25分钟，给它拿出来。哎，可以了，这啊，可以了。为什么要烤呢？烤让这个汤汁能够浓缩之后呢，附着到这个原料上。对呀、啊，虾仁啊，或者土豆、胡萝卜，哎，都让它增加这个香度。香度，哎，在北方大厦说1000人能烤过来吗？怎么办呢？摆到屉里上屉蒸。啊，蒸也可以。蒸也可以。主要就是加热。高级宴会呢，我们都是啥呢？这个这顶上蒙上面包面，
这个烤炉烤啊，或者是破酥的酥皮儿盖上盖，盖上盖烤一烤起来了啊。这个呢，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是啥呢？就是在家呢，你要是不太方便，哎，不太方便，这么整行，这么整也可以，挺好的。哎，要高档点，露了手艺呢，就盖个面包片，嘎嘎的，对。我先替你尝尝试一下。哎呀，这家，哎，来点菜嘛，再来点虾仁。呵，这家会吃啊。再来点小汤啊。啊，带点汤这更美了。来点面包，吃点美腿了，感觉行。我就看你怎么吃。哎呀，这家香啊。感觉有啊。这个菜呢，关键呢就在炒小汤。这小汤要炒好了，这个菜就完成了一半了。嗯，哎，这小汤一定要炒出香味儿，哎，再就四末这个炝锅呢，这个浓香让它发挥出来。对呀，啊，哎，再一个虾仁呢，一定炸的时候呢，糊要薄，薄一点啊，不要大糊啊。你看这感觉，这个菜呢，烤的更好。哎，说家里没有烤炉。搁微波炉打一下也行，说微波炉也没有，你上屉蒸一下，嘎嘎好使，一样也行。哎 ，OK。哎呀，半点汁儿正好。耶！关注老引进，每日烟火气，一起吃不耳闷。虾仁，你先拿走吧。